气管开放，然后这里也把气接通畅。然后这个电源开关它是这个线是直通的，直接插上线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总开关，这个是报警器，这个是集中开关，这个是洗刀用的，这个冰有三刀了，然后出不来冰了就按一下洗刀就行了。这个是手动，就手动启动这个电机贴冰的。解放军看，这个是复位没冰了，这个手动就直接一按它就会启动，然后要打毛刺就可以打的了。这个是复位，这个冰用完了，它就会有无冰报警，然后就按复位。这是一个短接信号来的，这个短接信号可以接到其他设备上。OK。气压调多少？气压就我们调好了，工作气压，工作气压调到最高就好了。这个呢？这个也要接上，还有什么？接上，直接用手拧上去就好了，它不会漏气的。你看，那个呢？这个电机是可以调这个切冰速度啊，切冰大小的，一般就调到25左右就好了，调太快那个冰出不了那么快。